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房车情报陶子君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的车友的定制版白鲸房车。这款车呢，在外形方面啊，采用的是这个白鲸房车沿用的这种的额头设计啊，看起来是不是特别像一个鲸鱼造型？那它是一款呢，基于啊最新款依维柯欧胜底盘打造的一款的房车。车辆外侧呢，依然啊有很多的功能设施。现在我一一带你们看一看。这款车辆的长度呢是5米995，宽度呢2米45，高度是3米15，依然呢是可以啊上到蓝牌 C 本就可以驾驶的一款车型。车辆上方的这位置呢，带有啊一个大尺寸的遮阳棚，那下方这里呢都是一些功能设施。这个位置呢是户外淋浴啊，其实呢不是让你在车外洗澡啊，主要是简单的冲洗一下。旁边这个位置呢是一个220伏的电源输出口，我们可以的在车外使用电器，比如说呢你要使用一些大件电器的话呢，可以啊放在这个户外桌板上面。这是一台呢燃气灶啊，不过位置稍微有一点低，可能呢要坐在板凳上炒菜了。这里呢是我们这个马桶黑水箱的贮藏箱，上完厕所不要忘了自己倒一下。下方这里呢其实啊是一个电瓶的贮藏箱。那么这款车呢带有啊3000瓦逆变器和1000安时的锂电池啊，基本上的车内啊有10度电了。车辆呢配备啊220伏的7孔新能源充电口，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也能为房车内部充电。贯通式的储物舱，右侧开口比较小，左侧开口啊非常大，可以放置不少的行李物品。车辆后方呢带有啊流媒体的后视镜、四路监控的后视镜，以及呢倒车影像和倒车雷达，可以很好的保证啊车辆安全性。这一侧的储物舱呢开口比较大，下方这里呢还隐藏着一个燃气罐。整个拓展舱呢它的尺寸也很大，可以有效增加车辆内部的空间。那这款车的轴距呢是3米3，而且采用的还是后双胎，可以呢更加的平稳。这款车呢采用依维柯欧胜的底盘呢是150安的双发电机。那动力系统呢配备的呀是 3.0T 的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匹配呢进口 8AT 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，也就是说呢 C1 本 C2 本都是可以驾驶的。那么在安全配置方面呢，主副驾驶呢都配有啊安全气囊，而且采用的是这种啊悬浮式的座椅，乘坐的话呢也比较舒适。同时呢还带有啊胎压监测、定速巡航、车道偏离预警、 ESP 车身稳定系统等功能，而且呢后视镜还都是采用啊电动电热的后视镜。这里呢配备的啊是流媒体的双摄，可以在行车过程中呢观察到啊车辆前后的情况。车辆内部呢采用呢还是这种灰白色的配饰啊，看起来呢比较的高端，而且呢空间啊真的挺大的。前方这里呢配备的是50寸的这种啊投影幕布，既可以呢看大电影，又可以唱 KTV， 是不是特别的享受？那现在呢我就把它升起来。升起以后呢，下方这个位置啊是一个2米1×1米5的超大双人床，而且呢得益于啊它的大额头设计啊，所以它整个头部空间也比较充裕。那么因为呢配备有啊这种投影仪，所以这款车呢并没有配备可翻折的电视机。车辆一进门处呢带有啊四路监控，这样我们不用出门啊直接可以观察到车外的情况。上方这个位置呢是一台啊格力的家用变频空调，非常的省电。因为呢是车友私人定制版啊，所以呢还加装了两侧的这个啊 KTV 的音箱。那么我们如果需要唱歌的话呢，直接啊通过这个位置进行操作就可以了。这里呢全都有啊控制的开关。这款车呢是一款啊合载6人的车型，那还有4个人呢可以啊坐在拓展舱的对卡座的位置啊。不过我个人觉得，如果真的坐4个人的话是比较拥挤的这里。那如果睡觉的话呢，它可以啊变成一张1米7×90公分的一个儿童的床铺。上方这里呢全部都是储物的空间，可以呢放置一些随手的物品，拿取也比较方便，而且呢都带着这种安全锁扣。对卡座的下方这里呢还带有啊两个储物抽屉，可以把我们一些常用的物品的放置里面啊，我觉得放一些电磁炉什么的也挺好的。上方这里呢是一个储物的空间，下方呢是双开门的冰箱，可以冷藏可以冷冻，如果想要大冰箱的话也可以啊取消储物舱。单拓展的车型车尾啊采用的是单人床，不过长度非常可观啊，达到2米2，宽度在85公分，我觉得一个大高个睡在这里啊没有问题，而且这边呢都带有啊这种隐私拉帘。我脚下方这里呢是一个3000克的洗烘一体的洗衣机，我们平常出去玩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清洗衣物了。上方这个位置呢就是安装的投影仪了，可以在车内享受一个大电影。卫生间的门口呢带有一个穿衣镜啊，这个我非常喜欢。下沉式的卫生间可以有效的防止溅水，吸塑式的材质呢可以啊防潮防霉。卫生间内部呢带有一个 LED 灯光的化妆镜啊，照人非常的清晰。下方呢是一个可旋转角度的合适马桶，这边呢还带有啊独立的淋浴喷头，不过位置呢有一些低了。
想来呢还是可以啊简单的进行冲洗的。那车辆内部呢还带有啊280升的清水箱和60升的灰水箱以供使用，即使冬天洗澡也不怕。车里呢带有啊9000瓦的燃油锅炉，可以呢提供暖风和热水。因为啊带有户外厨房，所以呢车内是不支持炒菜的，这里呢配备一个独立的洗手盆，下方呢还带有微波炉，可以制作一些简餐。这里啊是插座，可以直接使用电磁炉。打开上方的储物柜呢，里面啊其实就是车内的控制开关了。按键式的控制开关上方带有中文标识，是非常清晰的。拓展舱的开关也在这个位置，连接 KTV 的开关也在这个位置。下方这里呢是我们电量的显示屏。那整个车辆内部呢是带有啊3000瓦逆变器和1000安时的锂电池，通过这个位置呢可以啊看到电池的情况。这款呢白鲸侧拓展私人定制版的房车价格呢是 53.5 万元，在原有车型的基础上呢让内部空间啊看起来更大，而且呢还增加了投影仪 KTV 等等娱乐系统，丰富我们旅行中的生活。那车辆内部呢完全啊可以满足三个大人一个小孩的使用需求。我觉得啊这款车啊小孩在车里闹啊你也不用担心了。那么大家觉得这样的车型怎么样呢？好了，如果您喜欢房车视频呢，不要忘记关注房车情报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